今天的人也太多了吧？这墓室过去最起码有400-500号人，而且男的有最起码有300多，女的最起码有200多。看这情况，今天又泡汤了。反正来都来了，再等等看看一下能不能进去。小巷太难了，就知道今天又泡汤了。100多个女的全部进去了，现在外面全是男的，基本上就没戏了。没来深圳找工作的朋友千万不要来了，准备打道回府了。深圳保安这边的工作实在是太难找了，像现在这个小区，几年前这里人流量都是上万，现在人流量实在是太少了，走在大街上几个人都看不到，全部是店铺。想想几年前这里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人流量都是大把的，都是人挤人，现在人都看不到一个。由于疫情这几年，公司的订单越来越少了，厂里都不怎么忙，所以都不招人。现在工作是太难找了，深圳这边基本上都是16-17块钱一个小时，而且还只招女的，男的基本上都不要了。来深圳保安这边已经一个星期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先吃个快餐准备去找工作吧。现在快餐都涨价了，就这么两个菜17块钱，真的是吃不起啊。工作难找就算了，消费还这么高。